饲养员丧彪正在给小象铺床，小象则兴高采烈地尾随其后，想要帮小哥的忙。见到小象如此聪明懂事，丧彪忍不住亲了一下他，但小象下意识地转头躲过了亲吻，全身心地陷入了那个舒适的小窝中。这时丧彪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决定逗逗小象。紧接着发生了一个令人捧腹的一幕，趁着小象侧身的瞬间，丧彪装作打盹，这让小象感到疑惑不解，因为刚刚铺好的床位自己还没躺进去，却被饲养员霸占了。小象在原地站着，表情十分蒙圈，抬起他的大象腿就准备朝小哥踩过去，但又担心会伤到小哥，毕竟小哥是他唯一的玩伴。可丧彪耍赖般的站着床位不走，这让小象无法入睡。小象只好试图用脚踢来唤醒丧彪，可装睡的人是很难被叫醒的，小象感到相当无奈。他甚至朝天空扔了干草，但也毫无成效，只能坐下来等着。可对于他这样的大体格来说，坐着也很不舒服，小象也渴望安心入睡。但是丧彪依旧顽固地霸占着他的床位，小象无奈之下只能侧身躺在朝边。刚躺下去，小象就用粗壮的腿踢了一下丧彪，似乎是想赶走他。丧彪不禁笑出声来。小象终于察觉到丧彪是在装睡，顿感自己被人类戏弄了。于是恼羞成怒的小象开始发起了小脾气，丧彪试图将小象推开，但小象直接挤过去，好像要将丧彪挤出巢外。考虑到500公斤的体重要是压在丧彪身上，丧彪今天搞不好 game over。 为了小命着想，丧彪立刻坐了起来，笑着向小象解释。然而小象似乎并不领情，眼看着丧彪仍然固守巢位不肯离开，小象不服气地施展出了泰山压顶的动作，让丧彪险些喘不过气来。幸好小象看到丧彪难受，顺势停止了压制，自己也放松了下来。丧彪对小象的表现感到欣慰，站起身来拥抱表扬聪明的小象。接着丧彪继续解释说，刚才只是在开玩笑，可小象还是有些生气。为了安抚小象的情绪，丧彪立刻站起身，背靠背与小象一起游戏。这幅画面实在太有趣了。此时小象玩起了一些小心思，站在巢中间踢起了草，然后突然倒下来，毫无预兆。幸好丧彪迅速反应，跳出了巢，否则他就要被自己一手养大的小象 KO 了。小象看到自己成功赶走了丧彪，立刻露出了无邪的微笑。见小象如此开心的模样，小哥也被感染了，这一幕充满了温馨与爱意。